征集者的人数已满，因此他自动免疫。而男团 NCT 的天翼于本月一日回到泰国抽签，他因为膝盖曾做手术，因此亦不是征兵对象，不需要回泰国当兵。喜欢小编的文章请点赞关注收藏哦。免责声明，图片内容来自网络，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，谢谢。